好，请肃静啊！本院委员啊，本席跟十五人临时提案，因为台湾西南部沿海各县的农业用水大多抽取百年珍贵地下水，其中云林地层七年来已经累积持续下陷55公分，光是基础地层，去年年限。速率就高达6.5公分，不仅造成国土大面积的下陷啊，这个，因此呢，我们希望呢，经济部水利署应该重新制定一套可执行的水权制度，地方政府应该执行公权力，积极的取缔违法的水井。以上所述是否有当？请公决。本院委员徐少平等15人提案，本案作出。